我们国内为了把这个节目当时的搞，我们在三月中招收了一批演员，我们从超级下午开始到今年下午考到了249啊，这样子的话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评委，我们把这个演员介绍了，大家给我们评价还有这个演员能不能合格。好，现在开始，欧巴龙，欧巴龙来了吧？老师来了，我在摸你哦。哎，我们那个在摸你哦，快去快去快去。好，来。老板的对话，我在干我一波，你微博点的，我呀，你广东的你啦，我都是来搞演员的，哼，也不管要是两个身材，好几个人在想给我播啊，来啦，你就叫大龙虾。Yes sir， 哎，你叫他搞演员是吧？哎，好，今天修那个也没办法啊，我们来去改单问题。谁来问？相亲的。我相亲。相亲个娘子。叫秦孝莲。秦孝莲呐。啊。那个人是你来的不你？人是你呀、啊！啊，接下来一个蛋的。哎，人是你来的吧？把我带过来，我们老师要接你。人是你来的吧？人是你哪个蛋的？人是你亲老公哪个蛋的？我不要尊重，不要尊重。我跟我了，我是个一十八岁纯洁的王法闺女。你这个人乱叫，免得瞧得我嘎巴子爷。哪个弄翻的？我巴着你了。对，我不是丫头队友的哈。你俩想得呀我？那你俩想老人家轮到啊？我今天放不了这回家的嘛你呀、啊！好，接着问他，新编。这我老妈认得是老妈吗？就是啊。我刚才不是给骂了吗？我相亲不相骗。哎呦喂，相骗我不是问那，我是问那些男的是女的。哦，我问哥的问题是不是？哟，哥不相骗的不是啊？你只敢说硬是了。这，你几神了？有多少人都不写得假？我讲你实际上那个段子我不如讲少。面貌 啊邓化莲刘心安早就是你丢个是嘴就照着是这样的。你这样文化跟我有什么面貌？我问那个总校那个好几个都是大家都问到的面貌，我问那些党员还是党员。哦，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党员，你晓得的，我就是个傻员。傻员，喂，老师，你搞演员搞到哪里了啊？莫个读书上家莫个多对吧？我家那个多多讲句实，我喜欢脚脚绑得很大哟，绑在里面那里都不留着把握了，晓得不？我怪你气死了，你说我变完了，我今天晚你的毛多不留着那个，我想绑起来就绑起来，把别人不绑。阿姐，你关心吧啊！我把人路。高校啊，还没毕业，还有人读了几年的书哟？我读了十来年的书啊。高校没毕业，我读十来年的书的。我算得这样了。算了呢。一年你读一年。对。二年你读两年。啊。三年你读三年，四年你读四年，刚刚拢不是十来年了。还有是老六七了，不是？今天我们老师哦，都把我东西都上了将官。就要免你十年这个班主任，到底在我来当。老师话说了，啊，我两年好早都要分到我。我呀，你还就想什么你干的？对，你各种文化程度还在搞那搞演员呢？别搞，我提我文化程度了。弄的，我动不动就下市嘞。哪里下市啊？我下个是荆州蛋包哦。等下了吧？还蛋包？还蛋包好啊！今天我们可能办多几场。他说有好多事，都干，你能不能把那个事拿出来？我们国家人好啊，我们给发表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广东年纪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那我就找回姑娘。对。哎，老师啊，我在验尸的时候可以做动作吗？你随便动。我一动起来，那就不得停了。那你就往死里动。不行嘛，大哥。啊，阳光明媚，妇女开太岁，谁说妇女抱有忌讳啊？啊呸，那是万恶的旧社会。而今我们妇女彻底翻转了心，当了国家的主人，抱有我们妇女就抱有全人类。当然了，这个话要讲回了哈，啊，这个膝盖头上不光有我们女的，抱有你们男的，那也是他废。嘿，你讲我是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反驳，你讲我是不行，不行啊，那也行吧。老师啊，我会跳舞哎。对，我们最需要是舞蹈演员，每天跳的舞。我跳过一分多些个一掌一掌的秋季舞。刘先生，我跳过秋季舞啊。
那又是那些老师究竟我都不晓得。我讲过，大哥，我调到录取当中。那个呀，究竟我都不晓得，反正啊，他要按该究竟。我就救了一样。反正吧，我就救了两个。那接大的他就说，哎呀，求老求花的钱的钱，你晓得求就行了。这，你个叫究竟我啊？你个就把那里这么说，不能是话搞去嘛，我的去。一个五娘的娃娃去，这叫批评，姓我啊，叫批评。哎呀，也是我们老师有文化。哎，到了吗？娃子那个舞蹈娘子都晓得啊，滴滴舞。哎，就是啊，那谁行？你个叫啊，我那么多不就给挖苦掉了？不，那个舞蹈娘不行。南美出行啊，国上也不行，不行。哎，老师，其实你不晓得，我最哪学不起唱歌。对，我们最需要我就是歌星。哎，那就比唱民歌，还是唱书，还是美声。那些歌我都不念唱歌。你不唱些歌呢？我一般唱的都是外国歌词。哪里唱外国歌是吧？啊，外国歌就哪种简单没唱些歌。西里西亚民歌，哎呦娘哎！那唱歌，你咋光娘都玩不行？还叫印度尼西亚民歌，哎呦妈妈！妈妈不行用啊，娘不行妈妈呀，哪里国家来呀、啊？我找不到西了，你一个西里西亚民国还没有，你现在。好了，你找快点亮了，找，我是这样的啊。你那记得不得电脑没电了用的，出去了吧。你那现在就给我保姆啊！哦，你叫我叫保姆是吧？哎呀，不保姆，你那以为我是在说的过来过？哎呀，该死的我无病，到嘴巴一说一说，我以为你进烧掉去了。好，对吧？阿妹，你叫我弄保吗？你就保香港风格性形象两回事啊！我羡慕的视频压得羡慕大呢，是吧？不行，我今天晚上我娃子我打。我打啊！那就把香港高举中裁不中国一个，好，你保佑。各位朋友，下来讲讲我们香港财路提交点点点给大家一走一走。哎呦妈妈，朋友们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走。谢谢。阿里青蛙从哪里来？就从那非洲，东城人呐。甜蜜的爱情从哪里来？就从那个南疆里头放出来。哎呀娘哎，我将来不要着急。哎呀娘哎，我将来不要着急。哎呀娘哎，我将来不要着急。我们年轻人就是保养毛主席。谢谢，老师，你到底唱的怎么样？哎呀，老三，他的手机凉了啊！哎、你要到医院去打一针吗？不要！这样子不走就不走了。哦，不走就没事了。走不了。啊，飞机。西凉，我搞不了把你里头的钥匙叫我复印一下，都不带什么了是吧？我就叫他飞机等通知，飞机等通知。啊，等通知是吧？对。哎呀，没晓得吧？等通知就是有望的。你看你没事，你到北京东方购物的找我听听哈，我就在这上班啊。等通知。我帮你洗好。我帮你洗好。来，别忙的，对。今天是我帮你洗好，到三不好啊，我完全包了啊。